中原普渡拜梁皇，业障减轻真福慧。台中祥德寺为了祈愿世界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恭请地角导师以及觉光法师主持。中原大普渡千佛宝忏护国息灾三十二坛梁皇超度报恩大法会，特别在国历7月21日星期四晚上6:30开始开礼肃圣的梁皇宝忏，并于国历7月24日星期日举办一年一度的玉兰盆共生法会，并且圆满梁皇宝忏。下午将普放大蒙山施食，以此肃圣功德，回向过往的父母早日离苦得乐，得生善处，现世父母业障减轻，福寿延年。法缘殊胜，敬请十方大德把握中原超度的殊胜功德因缘，前往参加此次盛会，一同共沾法喜。